我觉得呢，出海呢，就是晒晒太阳呢，拿多点 vitamin D， 还有吹吹海风，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，对吧 ，Stephanie？对，我们都已经武装完毕了，好的，上去接受挑战。 那这一个呼吁中心呢，其中一个目的呢，就希望呢，他们可以学到一些生活的技能。那有一天呢，回到大自然的时候呢，才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。I wanna hug around her. Oh, better than nothing. 啊，很舒服，有人在帮我按摩脚。 OK， 这个龙虾超大只的。 My goodness！那此次呢，Manjunbeach 能够来到沙巴呢，完全要感谢我们沙巴旅游局。嘿，就是Nicole，就是 LC，谢谢你们。是的，我爱沙巴。